Thank you.
先生们，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樟木头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樟木头站。请大小孩的旅客看护好小朋友。由于中途停站时间短，每个站的旅客请扶好落车，并看护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防止丢失被盗。列车全程禁止吸烟，多谢合作。Okay.